什么？快来帮帮我，伊森，你快帮帮我，我头发被缠住了。我帮我解一下，拿不出来。快帮我一下。其实我今天过来是有些话想要当面告诉你。先生，我们认识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难道你要装作不认识我吗？换好了吗？杨悠悠，伊森，我在这儿呢。干嘛？